家的纤维化和疤痕这件事情，我们或许可以……我们束手无策。嘿，你的外套呢？走，我们出去走走，去外面转一圈，换换脑子，喝点啤酒。我得继续工作。不不不，走吧，出去转转。走，我希望手术能成功。我也一样，明。但是我真的很担心你。你就睡在那个沙发上。我还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三包泡面的包装纸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吃泡面。来吧，你需要劳逸结合。我没事。哎，你是真的就这样不打算跟我聊聊吗？我现在没什么可聊的，好吗？行，那你就自我毁灭吧。我自己去。反正最后总是我回来收拾残局。没有我，这诊所要怎么开啊？你真不来？李莎，行。